知识啊，我还真是得向你好好学学。没事，慢慢就好了。前面让开，让开，快让开！乔梁，你确定没有生命危险？那好，陈志海，我知道你身边的人手不多，我现在给你派了一个班，马上就到。对，我命令你，所有的人不得离开乔梁身边。若再有问题，我为你施粉。刺客我们抓到了，今天晚上我先出审一遍，我晚点去医院。好的，再见。梅梅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医院有个护士叫叶亚楠，对，叶天成的女儿。我怀疑这个人跟特务有关系，你要看紧他，千万不能让他靠近乔梁。好的，我到了再说。没事了，再见。我是这个医院的护士，我有权利进去看病人，让开。对不起，叶小姐。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？叶小姐，其他护士可以，您不行。我不行？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说出理由来。不行就是不行，没有为什么。嫂子，他太不讲道理了。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你陈志海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人叶护士说了，就是想进去看看乔主任，你干嘛不让进呢？嫂子，这叶亚楠不能进去，理由您去问马主任。我就知道这个蠢主意肯定是我们家龙妈想出来的。雨琪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乔梁伤得重不重？有没有生命危险呀？叶小姐您放心，乔主任只是胳膊受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哎呦，哎呀，好了，是啊，就肩膀受伤了。知道了，你多加小心。去吧。怎么样？哦，马主任，刚才那个小楼啊，投诚过来的，他指认这个人姓林。叫林东，保密局临江站的行动副队长，是保密局有名的冷血杀手，也是铁蛇手下最忠心的特务。他自己说了什么？没有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铁蛇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开枪了，子弹卡壳。乔梁只是肩膀受伤，现在正在医院做手术。林东被抓了。那林东说什么没有？到目前为止，墨鱼还很安全。这说明林东有可能不是那一天。墨鱼会继续观察林东的变化。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，咱们先撤。怎么着？你的身份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替你说？你以为你不说话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？告诉我，乔梁怎么样？他很好，医生说这两天就能出院，而且跟没事的人一样。怎么样？觉得自己特别失败吧？笑什么呀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马云山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你什么也别问我，我一个字也不会说。你们共产党
不是自诩会优待俘虏吗？所以你也不能折磨我，对吗？优待俘虏，那是针对那些愿意弃暗投明的俘虏，不是像你这种死不悔改的刽子手。说吧，为什么要暗杀乔梁？还有，你们把临江的粮食藏哪儿了？铁手他们呢？你听着，马鞍山，这些事儿你从我这儿问不出来，你这个蠢蛋！哈哈哈哈！疯了！你想打我？你说谁是蠢蛋呢？你不是说是吗？我有办法让你说出来。满山，你有种，你有种就打死我！不然我是你爷爷，我是你太爷爷！你个王八蛋！你奶奶的！我是你爷爷！王八蛋！快点，拿出来！哎，快点，放下！快点，放下！快点，拿出来！放下！放下！你王八蛋！你狗头！你哎呀！哎呀！快点！你狗头！你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喂，我是李健。好，我会转告铁手的。还是墨鱼，他说林东被逼供，打得很惨，但是宁死不屈，什么都没说。能确定不是苦肉计吗？墨鱼说他一直在观察，马鞍山打林东一定是真的，他认为林东不会是内奸。希望我们现在策划营救行动。先稍微等一等，探长，那我们还搬吗？对不起，火山还不能回来。我的责任是要摧毁整个铁手组织，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我不能半途而废。阿山哥，对不起，我只能让你打我。你打我越狠，他们就会越信任我。等我完成任务回来，哥可以多打我几拳，那是我欠哥的。我真的很想回来，只是你们的弟弟乔栋，只是乔栋，不是火山，那样多好。8点钟的课，现在几点了？为什么该来的同学不来，不该来的全都来？报告老师，顾小潘同志因为接受重要任务出城找粮，所以不能来上课。马鞍山同志因为军管会发生刺杀事件正在处理，所以也不能来上课。那至于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来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上课。请同学们翻开国文的第二课。臭小子，醒了？一点小伤，没事儿。那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哎，我说，我这刚醒。你能不能让我看点好看的东西啊？快，把你这张老脸移开，快，快！满意了吧？哎呀，快移开！
你小子就这个时候最可爱。谁让咱是兄弟呢？怎么样啊？那个刺客审完了吗？审了一遍，嘴硬，脾气特臭，让我又发脾气又打人。你又打他？没时间。我算看出来了，我得赶紧出院。我要不出院的话，你能把这房顶都给掀了。如果真这样的话，那就赶紧出院。不过这小子，我总是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，特别眼熟。还真是，尤其他开枪的一瞬间，我觉得他眼睛里有一种熟悉的东西，但是是什么我说不清楚，很奇怪。你看，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，感觉都一样。但这小子不简单，先关他两天，等这个粮荒过去再说。行，到时候我去会会他去。马鞍山，我是你老婆，我看我兄弟怎么就不能进啊？啊？谁不让你进来呀？啊？什么？哎，叶亚楠，你不能进来啊！淑芬，你进来。叶亚楠要是不能进来的话，那我就出去拉了马。乔梁，现在狗特务正憋着要杀你呢，他进来你不安全。不，你太过分了，人家是这个医院的护士啊，他有权进入病人的病房，你没有权利怀疑他。不行，他就是不能进来。马鞍山，马鞍山，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好好学习什么叫尊重啊？什么叫尊重啊？人家好好谈恋爱的小两口，你凭什么怀疑啊？啊，你凭什么不让人见面？你凭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和乔梁一样，我绝对信任叶小姐。如果要是说她能杀乔梁，我把脑袋砍下来给你，行不行？听见没有啊？进来吧。终于听见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在门口守着，跑不了。真的是把这粮食都运过来了。你吃的这个馒头就是人家叶小姐送来的面蒸的。其实啊，他们家剩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几天了，可人叶小姐跟他爹说了，就是饿死也得跟临江的百姓一起饿死。你多好的同志啊。啊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说咱们共产党不是最恨这个封建专制吗？是吧？不是鼓励婚姻自由吗？咱们不是一直说什么英雄不问出处啊？只要投身革命，那就是共产主义好战士，对不对啊？兄，哎，可是你现在对待叶小姐这种态度，那就是封建专制。我怎么对待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就不相信这个叶小姐跟她爹都不是一路人？行，我呀，我这脑袋有点疼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哎，你疼个屁！你把话说清楚再走。哎呀，还有啥好说的呀？这事特简单，乔梁不能娶资本家小姐，否则没法进步，所以我不同意。谁说他娶了叶小姐他就不能进步了？这还用谁说吗？反正我认为哈，只要这次叶小姐她能说服她爹弃暗投明，那她就是咱们的好同志，她就是对乔梁有帮助。你说一千道一万，总之我不同意。哎呦，我说你还讲不讲道理啊？阿亮，娘，阿良呢？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娘，你个王八羔子，打他干什么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阿良不能出事儿，一点事儿都不能出，你记不住吗？谁跟我娘说的？你怪谁跟我说的呢？他要死了，你就给陪葬去。娘，您放心，他没事儿，受了点轻伤，都怪我太疏忽了。您要骂就多骂几句，您别。我没工夫骂你，阿良呢？他在哪屋？我去看他。不是，哎，娘，那个您现在还不能你去看他。为啥不能？哦，那什么，那个他那个病房啊，现在刚消完毒，他不是那个现在受伤了吗？不能跟外面接触，要不然的话就得感染，是吧？不
不能跟外边接触。嗯，那还是特严重呀。没有没有，娘您别着急啊，真的不严重。那就是因为他现在刚刚受伤，完了现在就得消毒，完了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哦，那我隔着玻璃看着他，那也不行。那咋不行啊？哎呀，那个什么，行行，娘，你看我还以为您想进去看呢。隔着，娘隔着玻璃看可以啊。完了，那个谁，陈志海，我娘要看看你，乔主任啊。娘，要不然您先回去吧，啊，这乔梁啊，明天早上才能醒呢。就是，娘，您就放心吧，不可能有什么事儿的。等他醒了，我去见见再来看他呀。就是，你给我看好了他，不能再出事儿了。我都说了，不可能有事儿，快赶紧走吧，走吧。威胁到乔主任生命安全的。我来上班来了。乔主任都把我批评成那样了，我在家里还坐得住吗？那天我的话确实有点重了。是。马鞍山说你是被刺伤的，对吗？乔亮，那您这几天就好好在医院里边待着，别出去了，啊？那怎么行呢？我不仅要出去，而且我得赶快出去。现在临江城粮荒的爆发可以说是迫在眉睫，我怎么能躲在医院里呢？那你要是出去了，万一……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你也不想想，刺客离我这么近，都没杀了我，以后我不可能再给他机会了。楠楠，为了你，我得好好活着。我当然得活着了，我还没结婚呢。等忙过了这阵子，真的，我要正式的向你求婚。啊，小心点啊！马主任，马主任，哎呀，怎么了，老秦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先看看这个，奇了怪了。我在我自己上衣口袋里找到的，你说怪不怪？十万火急，食堂有刺客，请乔主任迅速离开火山。你刚发现的？是啊，刚发现。要不是因为我换衣服，我还真看不见。马主任，从情报的语气上来讲，火山啊应该是向我们发出预警，所以啊，出事之前我收到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更大。老秦，我说你什么好，幸亏乔主任没出什么大事儿，否则的话你这白白浪费了火山给我们的救命情报。是啊，我也害怕。不过马主任，这个情报的出现我认为可以证明两件事。第一，火山同志确实真实存在着。第二，火山今天一定在军管会出现过。我同意。马主任，如果火山真实存在，那么粮食在四厂的事儿应该不是假的。是。求不求是你的事儿，答不答应可是我的事儿。亚楠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的，你有顾虑。我知道你是担心啊马鞍山还有我娘那边。其实啊，他们真的无所谓，我倒真正担心的是你父亲。我真希望到那个时候啊，你父亲呢，能真正的走到人民群众当中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向我们的民族资本家提出来，我说我要娶他的女儿为妻子。真的，亚楠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娶你做老婆还能影响我的进步？什么？
进步？什么进步啊？没什么，没关系，亚楠。现在关键的是啊，要看你父亲那边怎么样。我跟我爸说了，他说他愿意考虑。那好啊，那咱们就等他们呗。乔梁，这事儿吧，你不能着急。现在你的首要任务是养好你胳膊上的伤，知道吗？我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养伤，我是要找到敌特组织藏粮食的地方。昨天有个情报来说了，说这个地点啊跟私藏两个字有关系。可是昨天呢，马鞍山找了一整天了，也没找到那个地方，什么也没找到。私藏，就这俩字儿啊？哎，对呀。私藏，藏粮食的。乔梁，你说会不会？以前叫私厂，现在不叫私厂了，改做别的了呢。哎，赶紧出去把马鞍山给我叫来。那么快就赶我走啊？哎呦，不是赶你走啊，是你的一句话提醒我了。哎，快快快把马鞍山叫来。哎呀，亚楠，咱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着呢啊，快快快，现在是当务之急啊。哎，来，你躺好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能躺得住啊？躺好，别瞎动，快！啊，快叫人，叫人！来，喝水。快点啊！来，现在让你们上厕所，不过一个一个的来。叶老板，您先请。哎，我也是的，我们也要上厕所。实在是不好意思了，几位老板，这站长有令，每一次只能有一位老板出去，见谅。嘿，哎，这是什么事儿？这。在这儿，就这条路，骚丝厂路，老路名，前年改名叫胜利路了。这条路啊，有两家工厂，还有一些民宅。嗯，这儿还有一个小巷子，叫蚕丝巷，跟丝有关系的。但是其中有几家民宅，你们发现没有，还挺大的，真是有藏粮食的可能啊。这就别等了，马上出发，今天晚上就走这两条街。今天晚上急了点吧？啊，有什么急的呀？现在这个时候，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。我是说啊，你看这条路上啊，只有两间工厂，但是民宅比较多。如果我们大晚上去搜的话，你说挨家挨户去搜，影响不好吧？那怎么办呀？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先把这两间工厂呢，今天晚上可以去搜，但是民宅呢，我觉得最好是先控制起来，等明天一早。挨家挨户再去搜，这样的话呢，争取把这个负面影响啊降到最低。那也行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陈振海，哎，你呀，继续留在这儿来照顾乔梁，搜查的事儿我亲自去。好，好。叶老板，可以出来了。哎，铁手也走了，去私厂了。这两天共军查得特别严，他们正在想怎么处理那批粮食呢。哦，好，兄弟，这是我先给你的一半，等到事成之后啊，我再给你另一半。叶老板，还是你大方。不过这么大的一笔钱，这想来叶老板让我办的事儿，也不会太小吧？哎，拜托你了，兄弟啊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小三，歇歇吧，大家快撑不住了。不行，咱不能歇。咱们要是再找不到，就都别回去了。大家伙都抓紧了，加快速度，快点！就埋伏，加油！隐蔽，同志们，想办法跟我一起冲出去。
目标。一无所获，两条街上的工厂民宅全都搜过了，还是没有。志涵，你跟乔主任说，我们呢会再找，你让他也好好想想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没有。啊，同时告诉他，让他好好养身体啊，尽快早出院，我们都需要他。好，再见。谁啊？马鞍山同学，是我，你的老师柳燕。有事吗？马鞍山同学，请问你昨天为什么旷课？柳老师，我现在呢没时间跟你解释啊，这两天的课暂时停下了，等城里的粮荒危机过去之后，我再去上课。不行。不行？我一经管会主任，难道我都没有权利安排自己的时间吗？你的确是军管会的主任，没错。可在我面前，你就是我的学生，是学生就得听老师的话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柳燕同志，你不要胡闹了好不好？我现在焦头烂额的事情一大堆呢，我哪有时间跟你斗嘴呀？马鞍山同志，你的职责是保卫城市的安全，让百姓们安居乐业。我尊重你，可你也要明白，我也有我的职责。我的职责就是让你这个军管会主任能够写字认字、读书看报、有文化，能够更好地为百姓们服务。你凭什么不尊重我的职责，不尊重我行使职责的权利？刘老师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应该得去上课，可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吗？啊，等我忙过这段时间，我去把课补上，行了吧？好，有这个态度就好。我想过了，你忙你的。这几天晚上我继续给其他同学上课，白天呢我就留在你身边，利用你一切的剩余时间把你的课补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在我身边做老师？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不就有空吗？我们现在就开始上。我现在没有时间。行，没时间也没关系，我就在这等着，你什么时候有空了什么时候回来上课。哎，我说刘老师，那行，你等着啊，你就尽管等着，我现在去审一犯人，等我回来之后时间合适，我上十分钟。老马那私厂找着了吗？骚私厂路、禅思巷都找了，都没有找到。哎，乔梁，这个地儿你们去过吗？哪儿啊？这儿。这儿还记得吗？以前我们经常去那儿玩，离我们家很近的。这地方我当然有印象了，这不叫肥皂厂吗？不叫肥皂厂啊，肥皂厂是以后才叫的，在满清的时候就叫老丝厂，老一辈人
去了吧？不行，乔主任对这个老四厂非常有信心，我必须亲自去，赶紧出发。是。继续观察，保重。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老四厂的线索，队伍正往那儿赶。李健，通知老四厂，动手吧。站长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一定得这么做吗？没有其他办法，为了党国的利益，只能这样。是。老四厂一动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了退路。怎么样？趁现在共产党主力在外，带行动队配合墨鱼，把林队长救出来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等林队长回来，按原计划。暴动明天开始。是。郑健，快！报告马主任。肥皂厂空无一人，有些地方看起来像有人刚刚离开的迹象。粮食一定在这儿，一定在。那临江城可有救了？是，但是敌人是不会轻易把粮食交给我们的。告诉战士们，一定要小心，避免伤亡。还是要辛苦两位师傅，带领战士们一起来搜。赶紧去吧。是是。一万交来，快快快！郑健，同志，这军管部。哟，老关来了，跑回家。马主任，太好了。这全是粮食，这回咱们临江啊，真的有救了！救了，有救了！汽油，快快撤，快走！站着没撤，快走！停！今天不是小张和小陈值班吗？你们哪个连队的？组号。这么大火呀，里面有没有粮食？报告肖主任，粮食都在这儿，可敌人埋了炸弹，都烧了。老马，老马，
别到山上点救火呀！没用了，他们走之前全浇上了汽油，救不了，我们救不了了。咱们这是在作孽，无奈之举吧。恐怕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无奈之举。这个消息是谁走漏的呢？你又在怀疑林东？我就是无法排除对林东的怀疑。马主任，初步调查，特务是从西门进的，行动迅速，手段很多。咱们有七个战士牺牲了，林东被劫走，下落不明。至于我们内部，代号墨鱼的内奸，逃跑时被我们击毙。他奶奶的，这些他娘娘到底是什么鬼日子啊？粮食找到了，全烧了，好不容易抓了个大鱼，他妈被劫走了。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战士白白牺牲了。现在临江城是谣言满天飞呀，市民们都说老丝厂是最后一批粮食了，临江城不会再有粮了。这个消息是谁传出去的？还用说吗？一定是铁手的特务组织计划中的一步。如果我们找到粮食，他们就把粮食毁掉，然后把消息散布出去，在市民中造成更大的恐慌。马主任、乔主任，先进认为临江城全城布控，不给特务煽动不明真相群众的机会。没有粮食，只靠硬加，怎么能行呢？市民的情绪会因为我们的这种做法更加的反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老马，小三有没有消息啊？云梦山的那批粮食要是明天能够到的话，我想还能帮我们挨过这段危机。问题是他们没有消息，到现在为止生死未卜。那批粮食还在筹集之中，即使现在起运，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。老王，市里的粮库还有多少存粮？照现在这个速度，也只能支撑三天。三天？没粮了，真他娘的没粮了！我们要极力防止敌特组织趁粮荒危机煽动暴动。同志们，我建议从明天开始，东岩全市的党员干部组成工程队，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做出宣传，共同对付敌特组织，让我们并肩战斗，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好，从明天开始全城动员，就算没有粮食也不能放弃，绝不能放弃。班长，欢迎林队长归队。站长，林东行动失败，没能杀得了乔梁，还劳烦兄弟们冒死相救，实在当不起这样的欢迎。这个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林队长为党国赴汤蹈火的忠心，现在所有的兄弟已经拿你当英雄看了。是啊，林队长现在在我们这些兄弟心中可是一个孤胆英雄，一个真正的好汉呢，是不是？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兄弟们。带林队长回去休息。是。站长，我身上的伤都是皮外伤，没事的，明天的行动我也可以参加。明天是生死一战，所有人都要养精蓄锐，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我亲自给你布置任务。是。天飘落的尘埃。
是谁在无尽的徘徊，迷失了，再也回不来。怀念京城的英雄风采，激情伴随信念的年代，回忆泯灭在茫茫沧海，灵魂留下来。风终成永在。